你一开始就是拍戏的，对，你要不要就是跟我来场戏？来，来场戏。你喜欢这个性格外放一点，粗鲁一点，还是那种就是更细腻一点，因为我然后平就时是已经很够粗鲁够了，粗鲁了，够粗想了。要就是文静一点。对，文青。那你觉得在你心里谁是这样类型的人？在我观察里，我觉得那王心凌的那些，就是，哦，明白，就是少女感十足，然后就是那种就是很甜。这个我们这一次的演戏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做一个温柔一点的。啊，如果我做的不好，你立刻提醒我，可不是，可以？对，来笑可以起这来样一点，笑一点，对，说话声音稍微，对吧？要高一点吗？喂，你还是自然一点。OK，好了，好吧，我要洗碗吧，来，我进行我下来一吧，个。我来吧，我来吧，好啊，我来吧，我来吧。好啊，不客气了。我负责这个吧，很容易，还是要扫一下的。有一点点灰。这个画面似曾相识，根据氛围分析，男女相处模式都差不多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祖儿这么害羞。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张翰这么主动完成任务。OK，打扫真的太开心了，因为你帮我洗了这个碗。对，你就别沾水，把你扫扫地啊什么的。行吗？好。哇，咋了？你的手很滑啊。是吗？对呀。你看，可怜啊！